是冷眼长路不，梅花雪月皎光处，一笑了了空万古，风暴雨迥然凝寒恨天雨，一笑了了空万古，风暴雨。各位同修，让我们一起合掌。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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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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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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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各位啊，尊重的楞严道友们啊，各位净土莲友们啊，大家呢上午吉祥啊。阿弥陀佛。隔了一年啊，我们说是一年呢，也其实就是一天一念啊，那么一下说十二年过了，就是又到了今年啊。那么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文思学修啊，特别是这个楞严法会呢，能够大家一起来发心护持，能够让它以这个正法演藏呢，依然我们能够进行下去。今天呢，是我们2015年的第一讲，啊，也是第19讲，啊，应该是第19讲啊，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听这个听闻啊楞严法会呢，希望大家能够信心不要倒啊，心不要退啊。想来想去呢，我也不知道说开年了从何说起吧。路上过来的时候呢，我也想到说回顾了一下，我一个再给大家汇报一下，一个寒假呢在五台山，啊，那从五台山那件事儿说起，五台山呢这次去这个磕头啊，但是没磕满啊，有时候太累了。后来呢，戴罗顶的师傅呢又请我上去，又看见我了。啊，有时候这个事情呢也是没办法。每天拜上去的时候呢，我还绕着走了，偷偷的赶紧磕完回向就往下走。啊，结果呢到那个点上了，人家那个住持师傅呢就跟等在那儿一样。啊，我转身最后一天的时候回过头来往下走呢，他从课堂出来笑眯眯的就迎面过来看。啊，所以因缘就说了，说把师让住上来。啊，那么你想我上去嘛，这个也不能随众。啊，有些惭愧，说住到堂部里面又害怕给人家添麻烦。后来正月上去住了5天，讲了3天，讲什么？还是讲提解楞严，啊，把楞严经给这个常住师傅们一块儿分享一下，啊，当然可能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这个模式，但是因为是出家众，
所以呢天可能在稍微高一点吧，讲的深度一点啊。听到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庙里每天大家知道下午呢去放蒙山是吧，早晚功课嘛。放蒙山呢在这个长柱上呢每天初十，你们知道初十吗？啊，就是把这个咒加神咒加持这个米呀、啊、念着出去观想布施给恶鬼道众生，让他们来受用。啊，初十的时候呢这个初十初十走出去，结果呢可能是一个异类的鬼道众生就突然间就这个乘虚而入，附在他体上啊，附在他体上呢当时就拿着这个口，就是那个大杯水的口杯呀、啊，就施食那个，然后这个不断在那舔，就是做那个我们常真实不惧恶鬼状，啊，就可就在那上面就剩一点湿度的在那舔，啊，然后又庙里的这个师傅说给他拿了一个面包，我们就在那啃了，啊，那个样子真不是人吃的样子，啊。后来师傅们慈悲给他念了三皈依，还问他说你这是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这样啊？这样不好。结果呢他说今天来的晚了，来的晚了呢这个东西被其他的这个同类给抢吃光了，他吃不着了啊。而且呢说你们道场里面非常清净，师父们特别慈悲，每天我们都来这个能这儿受到这个甘露味啊，说今天是来的晚了，就来这么一下啊。而且还说到说庙里的法师们啊，他说也是有大修行的啊，说他看见一个师傅他常看见满头都是光啊，最后师傅们慈悲给他说那你就再拜一拜，又给简单的念了个三皈依，说那你走吧，说他我要走了啊，说那你走吧。哎，这个小沙弥师傅就转身就出了堂，就跟腾空而起往这个山门那儿跑，跑着跑着腾的一跤摔下去，他走了啊。醒来以后呢，这个小师傅说怎么初时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回过来说这跟刚才是正在初时，不就是跟睡了一觉一样啊。当然说这事儿呢我们都是资深居士，六道轮回是一目了然的啊，这都是不足为奇，不是说让大家相信说确实有鬼啊。当晚我在讲楞严的时候呢，正好讲到第二讲开这个大佛顶的这个法门啊，讲的我也自己也法喜啊，大家可能听得也比较相应，是不？哎，我就起了一念，完了以后回向的事儿，啊，我就想每次大家想布施呀，这是光针对恶鬼道的众生，这就一道了。那么每次我们这个楞严啊，这个法会一起啊，不管在任何地，这个法会其实是听法，它要比这光那布施的功德要大得多呀，它是遍布六道。乃至遍布凡圣都会来赴这个楞严法会，你想想这么多大祖师曾经跟楞严这么甚深的缘分，那么他们一定会来现场关照和加持啊，更不要说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啊。所以我想想呢自己我回过头来也想，哎呀真的是太殊胜啊，我们现在能够以人的身份得入这个楞严法会，可是十法界遍地都在讲楞严。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忘了，虽然遍地讲楞严法界太多了，咱们这个法界难言及众生还不是很多能够全体的就开这一部楞严大经啊。我记得我那时候给我师父汇报的时候他都赞叹欢喜，他说现在都是两个小时的开始，明白？大家算一下，一部楞严经我们这叫难言及，咱们也不说就地球上这么多国家，这是中国现在是佛教的核心，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一部楞严经啊，我们也不是说这个没有褒贬的意思啊，你说在哪里能够随时能够开讲啊？我记得最多的就是慧律法师，大家网上讲的一部大家一直在就看碟片啊。那么北京几千万人口在哪一个道场里面能讲楞严啊？这不是我们夸空说我说大家有这个，这因缘就是殊胜极了。你想想哪里有讲楞严，我们在讲楞严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殊胜啊，现前就有得这个凡圣同入法会得胜加持啊。当然不管怎么样
我们虽然一直给大家领悟到这个楞严这个啊大定，不知道你们心里能够跟得上几分啊。要知道一个苦修的人一辈子就这点事，他就不断的惦记惦记，不断的就是忘我的去惦记，才像模像样什么有的样子啊。所以也是非常难的。你想我们从楞严经开讲一年以来，我想至少我们的见地悟性和业障都会随着这个增上缘，该增的增，该消的消，这是必然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必要知道，必须要知道楞严经我们讲的时候它是非常圆高，但是包括我在内还是做不到啊，这个你也不要忘了啊。所以说在这种圆满现成没有增减的大圆满的见地之下，那么我们还要用一丝不苟的行来填充啊。说实在的，这是我的一己私见，我就希望楞严经做我们的往生资粮，就是仅此而已啊。所以说虽然一切的眷顾见闻觉知都是如来藏心，可是呢我们理上现在听到这么个理了，事上呢跟进不上来，那你就必须有什么水平过什么日子啊。你赚多少钱该多少到多少，不要吹牛，也不要故意吝啬啊。吹牛容易怎么样呢？我也是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吹牛啊。那么这样的话你见性圆满，你始终觉得步履跟不上，就等于说你正在脚踏实地走，你不脚踏实地的以为说整个就可以飞起来了，可是你没有飞的功德，腾空一下子摔下去就摔死了，因为前面是空的，你没天气了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要加工用心啊。希望这个楞严法会就伴随着我们能够做这么一个指导啊。我也不知道大伙儿这一年过这个年假期大家用不用的怎么样怎么样啊，有的在点头啊，有的也不作声，怎么样？还行啊，还行啊，那随喜大家吧啊。不管怎么样，刚才讲到了一年又一年，你看我们虽然年年的过，可是我们大家过年的这个人有变过吗？啊，过年的时候大家走亲串亲，走亲戚啊，串朋友，到这儿玩，到那儿转，那是心情一会儿欢喜，一会儿低落。那不管心情欢喜低落，你的情绪的作用会发生情绪作用的这个功能有变过吗？啊，你会听会讲的就是离开咱们维摩讲堂到处都是开讲楞严法会，就是说不变的这个东西啊。好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新啊开一讲，我们稍作一下回顾啊。之前呢大家还记得我们是开讲是从七处真心不在内外中间等等，这个呢叫破妄显真，还记得吧啊。后来我们又通过十番的这个显见，我们通常叫做带妄显真啊，就是带这个我们这个妄想显现这个真的这个境界啊。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讲到这个会通四科了，就是讲这个如来藏性常住了哪都是了啊。你们这条线还记得吧？我们现在在讲会通四科，四科是什么东西啊？五音六路十二处十八界这四个解释层次啊。那么我们一再的给大家讲，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教条的佛学术语给弄得复杂化了。这四个解释层次无非就是我们常现在感受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它就要介绍，不断的介绍这个真性全体都是我们当下真情和物质和精神的体现啊。那么我们在此之前呢已经讲完到五音六部了，就是前两科一科一科的科目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到十二处啊。那么我们讲到十二处，这十二处干什么呢？就是惑相显性的啊。大家还记得前面的五音十六十六路的时候，每一句后面都会叫一句说啊，观相原是虚妄，观其性则本是非因缘非自然的如来藏性，还记得吧？啊，就是说每讲完一段，他一定会下面列这么一句啊。后来有的同学我还记得问过我，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总说说所有我们现见的东西都是虚妄之相。那么如果你一旦把这个相给破了，摆平了，折合到一起，圆融以后呢，不加分别，那么自然而然见的就是性，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虽然你见到说五音啊、色受想行识、六路眼耳鼻舌身意等等这些，如果从相上来讲它是这么一个规律，从性上来讲它就是不从这个非自然非因缘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的体现，当下就是啊。这个脉络还记得吧？能跟得上啊？什么叫做破相显性？你看我这里要喝水了，这会儿水是温的啊。那如果拿到五台山的话，这水即刻就成了固体了，就成了冰了，明白吧？啊，如果再放到锅里烧一会儿呢，哗就化作雾，又化了，飘了，是吧？那么冰、水、雾都是相，明白吧？我们认定了冰就是冰块，我们在看见冰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想不起水。特别是我们看到雾的时候，有几个人能想起水的？都说这是物，那么这就叫见相。如果你把这些相摆平，见到它这些东西都是潮的、湿的，见到它的湿的性，这就叫相啊。我们打了多少次的比方，戒指、耳环、项链都是金子了，那你觉得戴在耳朵上是耳环，戴在脖子上是项链，手上是戒指，把这个相破了，见到的就是它的金的性。记住了，我们现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讲这个道啊。那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前面还记得吗？讲到六入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时候破这个相是怎么破的呢？大家回忆一下，是就缘破的，就是就外在的成，所有呈现出来的外在的世界，就这个成缘而破的，没有局限本法，就是没有破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广破外缘，还记得吗？比如说破眼的时候，眼这个相妄相的时候呢，它就是外在的什么，要么是明的，要么是暗的两种境界，对吧？破耳朵的时候呢，是从外面的声音来讲，一会儿动一会儿静，都是从这儿来破。这个里面有个诀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想扑这个火，灭这个火，但是呢所用的方法不是去灭火，而是去抽心，明白吗？就是就外缘破，耳怎么来的，眼怎么来的，见色闻声，所以他就在这个色尘和声尘上面大做文章，把心一抽，火就自灭啊。所以我们还记得吧，讲到六度的时候呢，只是就着外缘破啊，说这个色声音是怎么来的，这个色相是怎么见的，明暗之间的关系等等啊。那么这里开始的十二处开始要走，十二入怎么破呢？它是根尘互破。为什么呢？因为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对吧？眼对色，耳对声，相互搅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就是从根从尘两个处地方去下手，因为二法是相依而有啊。在这个祖师讲到的时候呢，非常恰当的比喻，打个比喻是什么？就跟蛟龙跟水一样。我们现在见不到这种情形，大家知道蛟龙就是生水的，水就是养蛟龙的啊，这是确实真的。现在我已经肉眼凡胎看不见，这两者如果多了的话，古时候常说就会生水患，一般水患就是蛟龙在作浪啊。所以要破这个患的话，其中一个方法驱蛟，把这个蛟龙给赶走，那么它就生不了水了，就绝了水的这个生起的之本了，根本了，这是一条，对吧？再一个泄水，就是把这个有水的地方给它泄掉，那么这个蛟龙所居之处就没有了，那它就必须也进行下去啊。所以这就是说驱蛟绝水之本，泄水
破交之居所居的地方，所以呢，这样进行烹食来击破我们现前的幻境，就是从这十二步上来进行的。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诸法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经文里边啊，总标了一句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念啊，说福赐阿难，找着了吗？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我们讲到这里的话，但等一下我们再读经文，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这里叫十二处呢？啊，没关系啊，经文找不着，我们先再讲一下这个处。下意识的我们说今天来这个维摩讲堂，这在居士林，这是一个处所，对吧？待会儿法会散了以后，你们又可能要到斋堂去转这个石轮，那又成了一个处所。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我们不停的得有靠，有住，有处就有住，你就一定定在那个地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十二处，你看我们就觉得根、眼、耳、鼻、舌、身这六根好像一定得在内，是不是？在自我的感觉上，这就在我的身体之内一样，这是我们的常规自我认知，对吧？那么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层好像一定是在外，是不是？那好像内外是不是一个处呢？内外之处就有别了啊。如果再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话，我们一定是觉得眼睛只能对什么色，就给它这么一个定性了，这是不是一个处呀？耳朵只能闻声，这又给它定了性，内外六处加起来，所以叫十二处啊。那么这个十二处还有一个名字叫十二入啊，这个大家晓得吗？十二处又叫十二入，进入的入啊。为什么呢？从我们根取进的这个层面来讲啊，我讲这个大家能听得懂吗？用根取进，就是说则是这个六根入六层了，对吧？啊，我们下意识觉得说好像用我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一定是用好像我的眼睛是看到了那个地方，对吧？所以就感觉上好像是以根入城了，这个就是通常我们常说的叫做执取、执着了、了别，这就是感觉说，哎呀，用我的六根入到这个六尘之中了。那么这是一个层面，从受境而言啊，刚才是取境，就是取执取这个外境，就是从纳受外，就是接受外在的呈现而言呢，我们又感觉到是好像是外层入了我的内层，对吧？你看我们说一会儿，哎呀，一览无遗，一会儿又说尽收眼底，对不对？这种常用的成语词语表达的全是我们幻幻世界的这种妄境。说尽收眼底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尘入了根了啊，一览无遗的时候好像就是根去了尘了，对不对？都是幻想啊，一个是直取，一个是呈现。那么六根六尘都可以称为能入，也可以称为所入，对吧？所以这里叫做十二入。嗯，听明白了吗？啊，在此呢，我们打个小段啊。你看，为什么这里体悟一下十二处又叫十二住啊，又叫十二入呢？就是我们有处就有住。大家现在的我们的存在感来于什么？也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常说我们是破我执的吗？大家觉得我执听起来是很抽象，我执在哪里啊？我执的具体体现呢，全都在六根门口，对不对啊？那么这六根门口一旦结合成功，世界情形就跟着启动，这就出现了处所十二处。我们凡夫就是以三界内的外在的依报和自我的正报，感觉我在这儿，这就是我们的处，对吧？
这是真是不虚的啊。那么如果是像阿罗汉啊、迦摄这个阿难一样的话，他们的一报庄严感觉就在方便有余土啊。以前给大家讲过四种国土嘛，他的那个住和处就直通在那个时候法界，但是还有处，还有处啊。像这个登地的菩萨们，他就是以十报庄严土为处为住，他的感觉又在那儿啊。那佛就以常寂光土为处为住，那难道佛还有处？佛的这种处和住呀，是无处之处，所以他的感觉不是九法界以为的有感有觉了，而是正感纯觉啊。我们现在凡夫的感觉，一感就有觉，一觉十二处马上相互牵引，不断变现，这就是我们的三界内的国土。所以十二处其中的一处就是一处，一处就是整个世界，万法唯心，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感，就看为什么我说感觉，感觉你感，你感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必然要对色身香味触法，那觉就在这里，就在我们现场，就在这个世界了，就只能呈现这个水平啊。所以大家这个随念一法仔细体悟，十二处怎么叫个十二处，又叫十二住啊。我们现在就转这个妄想而见如来藏性，就是要直通常寂光。一旦入常寂光这个本位的话，就是所有国土都一样，无住无处，遍地都是，这就叫如来藏妙善人体啊。所以说我有时候也许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啊，我就害怕大家呢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不得要领，然后听法师讲的也在例行公事啊，不断的说这个破妄显真，待妄出征，现在又这个会通这个如来藏性，从五阴八色受想行识一下就背出来，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十二处，又觉得说这么教条的哪哪都要说一番，说这么多。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哪哪都要说一番呢？因为番番都是下手处，你会下手就不断的呈现，不断的讲法，不断的领悟，不断的证悟啊。那这样想想，你看住在这个法会里面多舒适啊！因为只有这个地儿能够提醒我们，所有寻以为常的状态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处和住。但是稍微有一点点研究，就发现它完全不成立。下面就开始讲啊，一点都不成立。你说我们被骗的惨不惨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走不出来了？大家发现为什么？就是福报不够，明白吧？啊，你想我们楞严经听到了听不懂，或者说听得懂了有一点感觉了，为什么转头都打湿，一会儿就忘却？就是因为这方面的福报不够，字字句句都是觉，但是我们现在就一世的太久就觉不了了，所以才称之为积功累德啊。那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大家要发现就是十二处十二如也罢，大家一定要知道哪哪都是下手处，不要把它教条化，一旦教条化了，烦恼就来了，是非就起了，那你就听的也不对，讲的也不舒服，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为什么说福慧双修？福慧双修福报不够，福至则心灵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讲了十二处啊，跟大家打个小段，下面呢我们就要翻开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啊，从那个不次阿难十二处开始，找着了吗？好，这个大叔在多少度啊？156是吧？啊，好，好，大家一起来啊！不次阿难，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如是观此极国树林及诸田池，以意云何？此等为是色身眼见
通色，事不当知，见于色空，具无住所，即色已见，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好，就到这里。这一段开始呢，我们就要迈入十二入啊。十二入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它还是从六个小段来讲的，就是说把这个眼和色合起来讲，叫做眼色处啊。这一段呢，讲的就是眼色处啊。首先你看啊，这里讲到说问阿难说，为什么说十二处本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一个设问引发了下面眼跟外在色的真实关系啊。你看说阿难如起观此，就是阿难呀，你看看这些，你看这些如起观此，这句话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眼处，对吧？啊，齐陀树林及诸泉池，这是代表什么呢？色处啊，眼色处就罗列出来了啊。说你意下为以为如何？这些情景啊，那么他就问阿难，到底是因色尘而出生的眼界呢，还是人眼根出生的色相？看到这句话了吗？色生眼界，眼生色相啊。因为在这个我们大家不是在学，有时候了解一点唯识吗？眼的这个色生眼界，就是由法生故而有种种的心生，对吧？由外在有法吗？引发了我们生了好多心里有感觉吗？所以说有法生，有种种心生啊。这个眼生色相呢，就是由心生而种种法生，外在所有的法的呈现啊。它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就是客观生主体呢，还是主体生客观，明白了吗？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佛就反证阿难啊，他就给他出难题了，说下面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灌一下啊。大概你看，阿难啊，若复眼根生色相者，见空非色，色性应消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眼根能生出外界的色山和大地，那么你这个眼根就有了生声色这个之性，就是有这个功能，这个性质，对吧？你的眼根可以生外在的山河大地。那么你不要忘了，你的眼根还会见什么呀？往下看是地球一切的世界，往上看是什么呀？是虚空。虚空显现在眼根的时候是没有色相，对吧？就看不见色相。那么这个能生色相，这个色性，就是既然能够见能生色相，那么你具有生色之性。但是见到虚空的时候就没有色相，那么你生色之性呢、也应该消亡了，对吧？就没有了嘛，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色也没有了，那你色生色性这个功能也没有了啊。那么消亡了，这样一切色相都归于无了，这个色相都没有的话，谁来衬托以显明有空呢？你现在确定说你看空的时候没有色相，对吧？那么没有色相谁来显空？空色是相对而有的，对色而出空啊。所以这就叫做色相既无，谁明空之？空亦如是啊。这个祖师们这个大德们翻译经典，你看你说这就来了，就亦复如是，空亦如是。大家可不可以尝试着把它再向色相一下解释一下啊？谁能够解释一下举手，看看你到底灵敏不灵敏。这个空亦如是就是说打了个个，把空换成色来讲啊，就是说如果说啊这个眼根能够生外界的空相，对吧？那么这个眼根就具有升空这个升空的这个性质，可以升这个虚空。那么眼根不要忘了，它还会见色相啊，一低头就是这么多的色相。那么在这个时候见到色相就没有空相，对吧？
没有空相的话，身空这空性也应该消亡了，消亡了就一切都没有空相了，都归于空了，空相没有，谁来衬托以显色相？你想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感觉，如果没有看不到摸不着的空，怎么显现看得着摸得着，看得见摸得着的色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想起另外一个经典吗？啊，你看为什么这里说空亦如是呢？这里淡破色相，为什么还要破空呢？大家想想，为什么这里除了破色相之外还要破空？为什么啊？因为空也是色啊，生则俱生，有色一定会有空，它是相辅相成的，其实都属于色啊。那么破一定要俱破，都不对了才能够无碍的尽显本性。所以为什么心经呢？大家想，色必一空，还得回来空必一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之空如同空之空，空之空如同色之空啊，盘旋说妙，可是它特别接地气，它又面面俱到啊。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就说明说这个色啊，这个眼根生色相是不对的，对吧？啊，那么再往下看，若不色成生眼见者，观空非色，见即消亡，亡则都无，谁名空色？什么意思呢？说如果说是有外在的山河大地的色成，而生的内的我的眼根的见性，眼的见，那么这个色就叫做能生了，对吧？外在的物质叫能生，眼见为所生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不要忘了，观空的时候就没有色相，对吧？没有了色相，那么能生眼见的这个色尘已经灭了，所生的眼见也应该跟着灭了，是不是？能听得懂吗？啊，所生的眼见也灭了，见都灭了的话，你怎么去看空看色呢？对不对？啊，你怎么去见这个空，明白这是空这是色？因为你见没有了。为什么见没有了？能生见的外在的色没有了。为什么说色没有了？因为你看的不是光有色，有时候你会看空，倒回来讲，是不是啊？所以追求这个又不成立。那么由此而知，色生眼见，就是外色生眼见，跟眼见生色相全部都不能成立。既然不能成立，就等于说烧火的这个柴没有是假的，你怎么点火呢？你点不进来火，那么眼见色的这个两入，眼入见色入，十二入的头两入不能成，是假的。因此你看后面又来说，事故当知，见与色空俱无处所，就是说你上哪找定性的一个能见和所见的一个色相？你说这不是为难咱们，太难写了啊！明明的如此的利益在目，你这块非说他没有一个定性厕所处所啊，所以他就告诉你啊，这个色成与眼见这两处呢，皆是虚妄的幻象。如果你要究其体性，它才当下是本非因缘、非自然而有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这段话的大意啊，就是破这个眼入跟色入相结合，我们能够见色啊。现在把这个见色无非两种情况，由见生色，由色生见，怎么生起来的？两边都生不起来，生不起来你还生什么呀？爹妈都不具足，哪来的儿女啊？啊，这个道理能明白吗？啊，那好吧，今天呢上半场呢稍微少讲一点，待会讲到生成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更为明了啊，因为此方清教体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但是你也别为难抱怨，因为楞严经就是要你高水平的听啊，你听不懂了到这地步听不懂，那就确实没办法。
啊，好，大家休息一下，我们下半场再回来。阿弥陀佛。在心在身佛上，普天花雨散花洒，三车虚设莲池。